才知道。叮叮叮！快来我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胖，这么好啊！我不想看到这颗棍子。我呢，拿凳子来给大胖坐。跟大炮捶背。嗯，啥捶背？过分了啊。咦，捶个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娜娜，大炮肚子饿了，去做饭来，大炮叔。啥？当成就踹了吧你！来，拿出来。那，我亲爱的手机，大炮，你给我买手机啦！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！大炮现在想休息了。好的，我的老大爷。